大家好，欢迎收看天元围棋频道。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为您现场直播的是，第四届中国围棋新秀争霸赛16强战的对局。来为大家做讲解的呢是黄毅中棋段。黄老师您好。邱老师好，大家下午好。今天这个新秀争霸赛呢，已经是第二轮了，16强战啊。这个对阵的双方，我们今天看到，先为大家挑选的这盘对局呢，是执黑的王星浩棋段对阵吴一敏四段。这两位棋手我想都是就是新生代的佼佼者吧，应该说大家都非常关注。而且吴一敏呢之前在我记得是中韩，对，就是最近的5月份举行的，对，就是他表现非常出色，对，中日韩女子三国擂台赛上他是5连胜取得了，应该说最近吴一敏他是进步也非常快，感觉他的棋应该算是04年以后的女子中的比较突出的棋手吧。对，他好像也是江苏那边的人。吴一敏对，也是江苏无锡人。这无锡好像出了很多这女子优秀的女子棋手。是的，是的。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王星浩，他是在这个中国棋院的2楼下的。这个是网棋。对，王星浩就我们也很熟悉了。对，他也是很多优异的成绩了，现在。应该说王星浩也是绝对的领军人物，中国这个零四后吧，应该说是。好，行，这是李晓溪。那他们两个人在北京，还有一些是不是部分像吴一敏在上杭州是吧？对，在杭州下。是的，如果都是在杭州呢，就是在面下面棋，面对面下。好。行，那我们先来看棋吧。很好，是黑棋。白棋，反正知道白棋的总是比较高兴的。现在拆迁中国规则的话，是黑棋点33，这个都很普通。爬一个，白棋就一长。小飞，然后挂角挂了一个，这个很难说，都很正常嘛。对，都比较普通，好看起来。一般都是现在挂的时候，要不就是尖，要不就是飞，反正。对，正常都是这样子。都下得很稳健，反正是。又挂了一个。王星浩呢是今年的。新人王他好像进了决赛，还没下完呢。他跟周鸿祎，应该说他还是在这个18岁以下或者20岁以下的这个新锐比赛里面，还是具有绝对的实力的。没错，这大家都比较看好他，因为不管是等级分也好，实力也好，他都是非常具有夺冠的实力的。对，他实际上的棋力，我觉得应该已经具备了前15名左右的。至少是等级分，虽然他现在因为比赛少，等级分上不去，他可能现在才30多名吧，但实际上他的实力已经非常的强了。对，然后常年也是在国家队训练，然后，我记得是今年年初还是去年年初，他是在那个网络的比赛，不是赢了那个？对，今年年初吧，就是赢了深圳雪，对，在一个网络大奖赛上，拿了冠军。那非常不容易的，在三番棋里面赢深圳雪。飞一个，白棋现在飞这个，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因为你不飞呢，被黑棋尖过来呢，这手棋呢，对，一来一去呢，就是非常大。是的。这个飞呢，反正对这个飞一般脱先比较多。因为你如果跟着硬爬的话呢，白棋有可能就脱先了，占大场。他这两手棋有可能先手便宜了。你如果这个搬起来呢，跟这个黑棋刚才我们直接尖起来比呢，是要明显要差一点的，将来白棋还有搬呢，这。没错。从局部来走的话呢，好像一般是要冲，冲了再加的，这样呢，白棋接住，黑棋再拐。因为这样的话呢，就相当于黑棋这一下搬着了，因为刚才这样的话呢，走着了。因为你不这样先走的话呢，有可能这个搬是后手。对。他如果能飞着一下，他总是赚的。我觉得，就从局部来说是冲了家的这个棋，黑棋下的话，对。实战呢，王星浩呢也是脱先，就挂了一个。
那脱先的话，接下来假如说白棋打下去，那白棋对白吧，对，这就冲了班粘，冲了班粘，就这样。这样，白棋可能还要落后手，所以呢，黑棋也并不是很怕。嗯，白棋这个断点可能要补，大概大致上要补一个。没错，正常是要补一个，要不然这断点有点多，看起来。所以一般的白棋没不是特别急，也不会马上挡这个。这要花一手棋在这里的话，现在还是要看别的地方是不是更重要一点。然后这时候这非常少见的一手，现在看的只是抛挂的拖，想都不想就拖了，反正是。或者是从这边一尖加二尖低加都有。这个一尖猜一确实是非常少见。他可能。是不是想拖的时候，他可能是想搬下来走这个，对，走这个变化，他是想，可能他有些局部有些研究吧。我怎么觉得好像是一个很古老的一个下法？对，一个古老的套路好像是一个。是觉得，好像其实本身从局部来说，好像也不是很怕，但是长一点。他怎么下的长？长也是一种下法吧，因为。你直就打也直接打扳也是一种下法的，跳你再虎一个，这也是一种下法，长的话呢，就是这个地方将来黑棋还没有活干净，对，这有个立单立下去没活，但是你这个你要杀这个棋之前，你这边得很厚，不然的话呢，我即便吃你打我踢掉。爬，我才能二路跳出去。这个好像不太容易杀得掉。对你这边必须有非常多的子。但是你有子，比如说这有个猜一或者有个尖的时候呢，你这边立的时候呢，我这有又有这边黑棋有扳的借用。对，是的。这扳因为你还挺麻烦。对，你从这边吃我吃。这边也有靠的借用，所以这个棋吃起来呢并不是那么容易，这个角所以一般来说呢这个长可能还是下的少一点。总之呢王新浩呢可能也觉得这个吴一鸣可能这里面有他的研究，是的，所以他也没敢拖，他是先拆了一下，对，先避其锋嘛，王新浩先拆了一下，看看这个白棋是怎么动手的。这个B主，这个拆，他这个拆的位置也挺有讲究，对，正好你如果不走的话，我再拆个二也是刚刚好，这边的距离也刚好，不会太近，也不至于太远。但对这个拆呢，没有拖的话，这个情况呢，其实白棋也是可以考虑直接打进来，直接打是吧？对，因为你现在拖肯定拖不起着了，拖肯定从这跳出来了。你压呢，我就长。这也是非常大的一手棋，再飞过。飞这个是吧？这样。因为你没有拖着嘛，你拖着就完全不一样了。你如果拖着这一下，黑棋能拖着，黑棋再拆的话呢，你的打入的时候呢，我就有可能这种顶，依靠这样顶先手呢再压住。可以先手顶着一下是吧？然后再靠压，那就白棋就连不上了。对，就没那么连的那么舒服了。对。所以呢这个打入也是一个下法嘛，实在呢这个吴一鸣他还是选择了这个 B 这个。这样 B 住。那么黑棋那你既然不走那肯定得靠。拖三三。拖他就是。还是搬这个。因为他不肯这个搬这个，他觉得这样的话呢黑棋棋形太舒展了。这个太亏了，就觉得。早已被淘汰了这个下法。对，所以他还是想搬这个。搬这边。但是呢现在的好处呢黑棋就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子。这两个交换以后呢可能会对这边的作战呢有帮助。是的。吃。那这个吃掉。现在就只能打了扳了，你因为如果你长的话被这压过来那太委屈了。那倒对。对对，这两个交换就大便宜。要度过吗这个底下。所以没有办法。只有拐打。踢掉。再搬起来。对。跳。然后虎一个。
反正这个棋呢，黑棋先把这个搅活了呢，还是有所收获的。然后在这边看怎么把这两边的子处理好。是的。这两边呢，反正黑棋也都很轻，也都可以弃的。黑棋先靠压一下，看看这个这边先借用一下，先借用一下，然后看上面是怎么个行棋法。对，下的还行。对，这手棋呢也下的挺好的，若即若离的这一招，这一招啊。因为照这个的话呢，白棋从第一直感来说，很想从这边什么靠出来啊。你如果搬我接啊，这样的突围。但你靠的时候呢，因为这个地方黑棋可以有一顶。顶的话呢，对你正常你得查嘛，你查这个被我搬死了，这还是有点不肯。我一搬这个，你现在大概也得接吧，因为你顶这个的话，顶断从这边顶断的话呢，我就冲出来，这不太好，对，不太好啊，这两边打架，兄弟打架啊，看着这边冲出来，是，所以也是接，也是想接。接的话呢，黑棋可以跳这个，跳一个，这样有可能形成转换，白棋搬出来呢，黑棋就挡下来，这个好像这三个子也没死尽，对对，将来还是有活力，就比如说这下次再飘一点，就往这种地方走一个之类的。我这边呢，先把你如果吃掉的话，那黑棋还是很实惠的，是的。所以呢，黑棋呢，这个棋好像就罩住的话呢，他王先浩肯定是不太怕你直接。从这边靠出来，是，因为你这也没有办法，你这在这边行棋，我再一退，那你这靠了街都变成熟手了，没错，所以呢，这个地方呢，吴一鸣可能也常考了很久，他觉得也不能乱动，不好动，是，所以呢，白棋他单靠了这个，他往那边走不动，那就得考虑往这边走，对，但是靠这边呢，也其实。也是，好像看着也不太对，也不太对，这个地方王金浩搬，因为这个地方局部这个搬了一顶呢，白棋局部没有什么好的棋下，挺麻烦的，确实。实际上这个地方啊，还可以，就是说黑棋可能先跳一个更好一点，因为实战搬了顶的话呢，可能这个吴一鸣啊，他还是应该直接挖吃，挖吃踢掉吗？挖吃他得这样啊，踢掉。然后再来尝一个。你如果藏住的话，那被我糊出来，我觉得黑棋这个棋没有什么，他可能接住好一点。接这个是吧？对，你糊我再尝一个，他可能是王新浩准备这样下，把这三个子准备把这三个子弃了。是这个意思。但即便这样弃掉的话呢，白棋也是亏。这个三个子你还得花手出来吃，你即便贴我还就往外藏嘛，我就准备把它弃了。到底是怎么吃法？我是直接挖吃呢，还是靠在外面吃？可能还是想靠在外面。靠在外面。但即便这样的话呢，就吃了好吗？我不觉得很好。吃的话，反正黑棋肯定是不坏的。但就是说黑棋可能还有更好一点的。比如说我这个，我先不顶了。我先在这边跳一下。跳一下，下一次要跳起来，那肯定得走，对，要正常走一个。是的，我再顶，对，没错，再挖大，对，这样我再走。那如果这样的话，他连这三个都吃不掉了。我吃是能吃，但是这样你吃的可能是就长了，更不舒服一点，这虎爷吗？对，这样我的话我可以连扳了。这两手交换还是明显有便宜，不然的话你打了白棋打了接住呢，黑棋就这两下便宜不着。他等于说这个图他就气得更好一点。对，气得更好一点，白棋。黑棋气得更好。就是要把这个三个子气掉。对，我再接住。冲过来。这棋我一顶你还很难受。这个局部。你肯定是要想往外面藏。对啊，我肯定想藏啊。我这一冲。这一冲。挡住。我这一断。但是。因为你只能打吃啊，你接住这个棋。打吃这个，反正我只能打。因为你接住被我这挖吃了，接连上了。你不能接外面，这样我再打了一顶在外面。全线封死是吧？对。你这封的好像太严实了。就是说白棋吃的这个太局促了，效率太低了。吃的才十多目棋。对，白棋黑棋外面的这个外势，它
那个太完整了。对，这个棋子手法还是很好。对，棋如果棋下成这样的话，肯定会感觉很难受。作为白棋来说，全是缩在这个里面。嗯，看来这新招不能随便用啊，这一用自己掉坑里了。这白棋是自己跳了一个。对，其实这个棋呢，按正常，它肯定是就高挂猜一，肯定是降一点点。咱们说，但也不至于一下子就不行了。嗯，对，但因为他后来可能还是，咱们还回到之前啊。嗯。就是说这个棋呢，黑棋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呢，白棋这个就是亏的更多，就不能这么下了。对对，这个黑棋这个造是好棋，王星浩可能说不定以前他还摆过。哇，就没有这两个的话呢，这样的话呢，白棋还能下。多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呢，后来的这被这样靠完这一造呢，白棋就很难下了。确实一照好像觉得白棋、对啊，你又不能从这边突围，又这是很难受，你从哪边下好像都不太对，这感觉是。靠这个对实战是扳断。我再去顶。实战呢，吴一鸣呢，他其实还是可能挖持好，他实战这个草呢、他因为他可能他不舒服，对，不舒服，他觉得那样，他还想这样跟他想站一下，看看能不能站得好一点哈。站到这个站上。这时候呢，其实王星浩呢有错失一个很简明的下法，简明优势的，他就应该搬上面。搬上面的话，他是弯一个，弯是吧？然后就是简明的虎，我把这两个字弃掉。但是我虽然把这两个字弃掉，但是我真的先手。可以压这地方逼过来，这个很严厉。这三个子我都觉得已经，对，你这三个子你正常你只能往外尖嘛，对吧？有点，你别的你就跑不出，我就贴。你就贴，就贴完一飞你就切，我怎么觉得快死了，不好出头了。这个地方这怎么跑的？你不能飞被我冲断了呀，你只能是咱们看这个，你这还整，我还是觉得他跑不出去，还是再一飞，好像还是不容易，是啊，所以这被逼啊，黑棋啊，被黑棋逼白棋，实际上这个棋三个子都快死了，快死了，但是有时候人啊，他如果没有摆过这个，不容易。那你先把这全弃了，这心里还是有点含糊的，这气的有点大呀。人的这个固定思维还是不愿意死棋。没错，没错。那 AI 是因为他知道后面这个逼人太厉害了，所以呢，这时候呢，其实这样下接出来了，对，非常简明的扳完一虎，是的，白棋也没有任何办法。我就喜欢这种招法。实战接呢，这个就有点乱了。这时候王星浩打入，他先扳了一下，扳了一下，他就打入这个思路倒是对的，但他这期就少交换一个次序，他还是应该这地方总是搬掉，总是不会亏。他肯定只有弯一个。我这时候再打入，他打入的目的是什么呢？比如说人家拐一下，拐我就搬，然后我又不太会了，我就往哪走？你就我们就算追一个最简单的吧，就这个吧，我们也不说最，我就他就是要可以这样把这三个子弃了，要弃掉，直接压掉，压住。然后就非常简单的这样跳家是吧？跳家你从这边断气不够嘛，你只能从这边断。我只能单断，要不然不能乱冲，冲断呢被断一接就气不够。对，我也不能吃这地方呢，吃它一长，冲了长也可以，当然长了就是不能在这吃，所以呢对黑棋就这样简单的气了就可以了，这样打一下，这我接都先手，然后再占别的大场就可以了。上面这样的话呢，白棋也这三个子吃的太小了。对，这个图黑棋也不错，好像。当然还有更多的，其实还有更多的变化吧。也许什么飞这个直接飞可能更严厉啊。当然就是说，总体来说呢，黑棋的思路呢，就想在这边多几个子以后，然后弃这三个。总而言之就要弃子。对，弃子。把它走死了比较好。对。就看怎么弃子弃得更好一点，那个图这样弃你也很难办，
这样气的话，你就可能要拐，对，先拐一下，然后再单断。对，但是呢，我这样呢，我从这边顶。我就要长。长掉吧，你算你长，我跳。我顶掉。我就多了这个牵手以后呢，就要贴，贴过来。你这四个字死了也受不了。这死的有点大。可能反正你怎么走都走不动这个地方。就是说一打入的时候呢，从局部来说呢。嘿，这个白气已经不好下了。你尖也不行，尖我哪怕最笨的挤了扳一下，它依然很难办。对啊，我这即便夹住你气了，这你也受不了。我还可以飞吧，可能单飞一个，你这肯定得拐一个。对，这个得硬一个。单飞一个，你这被我气了，你也。总之就是要弃子，黑棋在这打入的，再想让这边多两个子。对，就指导思想就是要弃掉。对，至于怎么弃，你可以想点办法，就是看看怎么弃的图最好。但是王兴浩呢，他这个地方还是应该这搬一下总是好的，因为实在呢，吴一鸣他也意识到自己在这边下不动。是的。所以被他挺到这个时候呢，白棋稍微就是喘过一口气了。因为你如果直接搬完，你再打入呢，从局部来说呢。白棋只能拐这个，那我再压住。那他这个棋肯定比黑棋扳早一下，总比被白棋扳长一个好一些。是的，你吃起来呢更累一点，白棋。而且黑棋下一手走过来接一个呢，也比白棋长在这好。是的。扳长。然后黑棋压一个。这时候白棋这两个子基本上已经。不能再跑了，因为你顶的话黑棋可以长。再长这个对是吧，这基本上跑不掉了。所以他也没有办法。他实战是扳了一个。扳这个对。这个扳可能这个定型稍微有点，可能还是应该立这个。单立。立这个呢，黑棋呢也要在这边走棋，我再从这边。再挡一个。对。因为这样的话呢，黑棋这一块棋呢，不像后来那样被尖到那呢，活得那么舒展，就是说吃的那么。这将来这个将来，比如说我点过来啊什么的，从上面走过来，你这块棋还要有可能还是先手从这上面走过来。就这一带走一个对对是吧？实战他是搬这个的，搬这个呢，将来定型呢被黑棋这一尖很难受。确实。就实战的定型，黑棋这样尖，这块棋厚了不少。黑棋的意思就是我把这两子吃了，然后这角就算了，对对对是吧？我跟你转换了。这个角黑棋就准备弃了。对，是这个意思。然后再从这边出动，所以他搬的时候呢，黑棋他是先贴了一下，贴了，长，然后尖，小尖，对，那尖白棋很难受，你又不可能接。你接的话呢，我将来爬还有留有活棋。对，这没吃掉。对，你也不能冲的话呢，同样的道理，我将来搬这个呢。你如果接上，你也不好吃。爬。所以他实战吃倒是正确的，不是吃这个。倒是。但是这将来留有很多的。对，你看看将来这个断以后。将来我再贴一个，都很多利用。就是各种的。对。如果拐的话，就外面搬。拐，那我这两个先手，你挤这个呢，我同样这一挡。这一挡。挡你只能单立。只能单立。我接住。只能点一个。那我将来这断了以后很多借用，如果真自有利的情况下。对，这至少是。味道不是很好，这里面将来有很多借用。很多劫材。关键是黑棋它这个尖完断以后啊，这块棋就。特别的厚了，跟刚才白棋立跟黑棋丁比啊，总觉得这块棋有点不安心。刚才如果是这样的局，这样的定型的话，这块棋实际上可能总是欠一手，没有活干净。所以这个地方定型呢，白棋应该是亏了一些。实战下成这样，从白棋的角度呢，他就应该单立黑棋立再挡这个。这地方黑棋呢，马上就断掉了。这下的还是。因为他不可能从脚上搬的，基本上。对，现在脚上搬你也活不了，关键是。脚上搬的话，你局部去立的话也，这个地方点你也活不了，也活不干净，至少。我想想，点是一打结，局部打结是吧？这一段是打结。然后你还得考虑这边背肩是什么。对，这手其实很有价值，白棋。
是，所以这个不能乱搬到脚上去，他还是就贯彻自己，对，把这个气掉，有些气还是气掉比较好，对，反正这个地方定心丸的这个黑棋就取得了一些主动，这个局布局，就看起来胜率已经高挺多的了。确实黑棋下的比较好，而且没觉得黑棋有什么破绽，好像就是他反正有很多种选择，每种选择好像黑棋都还不错。这就是像这种定型可能就是水平体现了这个利益，这不确实很难，有时候人的总是意识总是会想着搬了挡，能够把这个吃得很干净，把这脚能吃掉就很满。是的，是的。但实际上吃掉以后呢，很多棋吃掉以后并不见得便宜。就很细节的地方，其实这很微妙，但是有可能后来发现差很多。这棋不是差一点的问题。这手棋其实黑棋从这边顶出来也可以，但这人类就需要判断。比如你挖，我把这边吃了。然后你把这个上面的打。其实这样也是可以的，这个吃掉也可以，黑棋就接住，把这个吃掉也很大。但是呢，确实这个人的判就是说这个，有时候可能也不见得敢吧，因为觉得这四个子嘛，对吧？其实人还是有很多固定思维的，就下棋，就是想着四子能不死就不死。对，而且以前我们总是说一个叫做谚语，下棋的谚语叫做"中央拔花什么三十目"嘛。其实现在我们就是完全不是这样的，看 AI 的棋，你死了就死了，就是那些干目的话，如果没什么。他也经常弃子，没错，你这个几个棋子他吃了，虽然说看起来两边连胜，但是人家本来就是活的，你这头都已经长到这儿了，你想把他怎样。看他王景浩呢，飞一个冲过来，当然这样下呢也是黑棋优势。铁，哇，这棋还要搬。吴一鸣可能意识到自己这样普普通通走被飞过来，他这个形势不太妙。没错，这底下的因为黑棋走的都有木的，待会走完了这一跳底下全是木。这白棋走一串没看到有什么大用，至少离那边还有点远看着。所以他拼得拼，棋得拼搏。零号断也是毫不手软。那肯定得断了他，你这个敢搬，我不断有点对不住你了。对，这都算了，这都是。你尝一个。每一颗棋子都是我的兄弟，都得连上。黑棋也下得很简明的这样。这黑棋觉得应该是很好掌控了。对，因为对黑棋来说这块棋已经是很没问题了，现在我把你断开你两边的两块棋是的都是有问题。而且这边我们刚才说的，这边将来这个贴你很真的是要防单贴是吧？对啊，你将来这个贴你真的要防，你现在不太可能，因为你这边负担很重嘛，你不可能从这边管，你这被我搬了搬先手就受不了。那他大概只有几注吧？那几就是说这个增资有利的情况下，我这挡你很难办。他这样接上，然后你就要断这个。对，断这个，因为底下黑棋是四七棋，而且这边加上你这边有一些负担，是的，所以说一定要防这个。而且这个你得小心，你不能乱打，人家一路如果先手扳着一下就把你吃了。而且你还不能直接点我这地方局部有一扳，这已经你想紧住他一气已经打劫了，已经打劫了这气。这个局部要杀只有单离，没有别的方法，这将来是一个隐患，这里面味道还挺多的。是这个他坚硬，这时候小尖白棋这个很好，靠一个搬。对，黑棋都是顺着下就行，这棋很被动，这两边的有点忙不过来的感觉。白棋是的，这看起来白棋整体太薄了，主要是这三个子也是一块孤棋放在这儿，这属于离家还老远。主要是全盘的空白棋也没有，黑棋你看这已经是五目了，这地方是十三四目。白棋这个目并不多，全盘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那个地方也就是十五目。这个棋就是很被动，白棋。
不太好下这棋。主要原因可能还是前面这边亏了，一个是前面没对研究不够，二个这个地方尖这边定型亏了。这个定型你看这一下厚薄差太多了，本来的话白棋这样过来的话，刚才如果立黑棋盯在这块棋，还应该还是要插手棋，黑棋死活。盯在这儿，如果是黑棋是这样的这个棋形的话，里面是没有活的。这我感觉没有活劲。我没看清楚，下子是弯在这儿还是什么？对，应该是没有活劲，就有点味道，至少是哈。然后他开始拼命上非常手段了，这个棋。其实这个靠好像不是在这种情况，我的感觉，因为靠一般来说呢是黑棋，一个然后他拖在拖这个的是这么一个，然后他长，对，我记得是看到过这样的下法，然后或者在黑棋在抱吃，对，打这个都有，抱吃这个，但现在这个棋明显不行，这个中间这三个子太重了，现在靠这个总觉得有点不太合时宜，觉得怎么办？这还是有点它有点脚的感觉，调子稍微有点乱，这个得拼，反正是就这种靠了长总觉得好像还是太太重了啊，黑棋接出来他就长这个啊，他就长这个就可以了，人家下的很稳健，稳健，稳健，他就把空牢牢的都守住了，就这样倒也是挺空守住。现在就是说我现在失控遥遥领先了，是的，就不用再跟你搅了，这个搅没有必要，你觉得撇过来，那作为白棋现在他肯定要在失控上寻找一些平衡，现在看起来这个白棋的失控很明显是不足，因为这个黑棋刚刚这地方又围了一大块在这儿，这一带如果说白棋二路飞的话，还可以破掉它一点，但是这也是一手大棋啊，目前两个人都没空，这是一手非常大的棋，这个很巨大，但是这个整体这个地方还是牵着一手棋，这个地方被将来被黑棋震过来，或者是飞，这个地方明显牵着一手棋，明显这上面白棋有点忙不过来了，他现在也不管了，反正先贴了再说了，只有然后跳一个，黑棋往前跳，白棋长，黑棋跳一个，横跳，你现在肯定得走了，不然怎么飞？快死了，怎么这一飞就基本上这三个字，所以走好像有点太过分了。黑棋已经下得很稳健了，基本上他走什么我都跟着他硬嘛，就。现在问题你即便这两块棋连上来你整体还是不活的，还是要被攻，感觉一种被攻的状态，白棋这个这一出这一个搬一个，白棋确实很困难的下的，反正呢吴一鸣呢看来这也是挺有拼搏精神的，反正各种看不清的都上，各种拼啊，长长的话呢白棋是不是要冲下去跟他拼一下了，对，冲下来我打你是好像打，那我只有反打了，但没辙，就被逼的没有办法了，接上这样能行吗？我现在这个我顶先手是不是就硬扳冲啊，硬扳不行，给你扳下来，对，那你这冲贴我可能也是搬这个，对，你要不就别打这个，我还是搬这个，这样的话好像白棋也不太好占，也没，我连上就行了，黑棋你搬我就断嘛，是的，没什么，我就想办法连上，这黑棋这块气还是挺长的，想跟他杀也不太容易，被搬的时候已经白棋想断开也不是那么也就断也断不开，是吧，那就是不太行，而且我刚才那样即便我觉得前面跟你尖着杀气我也觉得也就是你贴过来我打，你就把这个打拔掉，对，然后小尖这个杀气，对，尖了搬粘杀气也不见得，白棋也不见得行，这个地方三口气，这还有三口气挺长的，我就顶完尖完搬这个刚才，当然他可能直接搬一个，估计搬底下比较看，所以他没有敢往下冲，没有敢往底下冲的，那王金浩就是拐过，
哦，我刚刚看了一下用时，这个棋的用时还挺快的，是对方一个小时，然后三次30秒，所以这种棋有时候后面读秒也是很关键的，很考验。因为三十秒读秒呢比较短，对，很容易就是出现失误。对，是的，是的，不像一分钟，这个一分钟五次的话，对，那就比较从容了，对，就感觉比这个三十秒会长很多。对，三十秒，拐过。然后白棋虎一个，这王星浩围甲他一直下上海队的是吧？对，我记得他是上海籍的棋手，然后他也已经征战围甲多年了吧？他应该至少有3年以上了。我是觉得一直在下围甲，就感觉下围甲还是对他这个进步很有帮助的，一件事情。应该有3年了，他现在今年18岁，是的，应该说他们这些其实下得好的年轻棋手也都是挺用功的，对，很多都是从围甲这个成长起来。对，因为吴一鸣也挺用功，王星浩就不说了，吴一鸣那么这集训的时候我看他每天也是训练到挺晚的，晚上9-10点钟还在那研究 AI。 这真是年轻啊，这体力好，也挺用功的。然后顶一个，黑棋顶一个，之前你们是在衢州集训？对，有一次在衢州，我们那时候就是晚上，我看他每天都到，我们9点下训练，有时候在那，他晚上还在那继续训练。他是04年出生，他06年的，06年真小，这才16岁，正是这个长棋的好时候，觉得。点一个，他把这个顶掉了，是吧？这个顶也很难受，这块棋你如果接住再被跳下来，这再贴过来黑棋你被攻一攻，这棋主要白棋后面也没有，对，不太会动，这下的白棋后面也没什么长什么空，你如果这点被我贴，你最后这手棋如果被黑棋走着，那白棋整个都没有走着东西，实际上但是现在呢白棋也脱不开身啊，所以呢吴一鸣呢也意识到自己的形势很紧迫，现在点这个，对，点这个呢，他应该就是希望黑棋接住他再接，这样的话呢，你步调不像刚才一手棋能跳在这了，这样的话呢，你就只能拐一个，他在搬还是什么，对，这样的话呢，他觉得这样定型好一点，好一点，结果呢，王星浩呢也不让他如愿。贴这个这地方肯定是不能随便让你点着一下，必须得让你下的比较难受，至少是打一个，就打一个，这是打胶吗？看起来是，不知道，这个打一个好像没有太多的便宜，那打一个有可能会损，就是将来对你将来这个立完跳过来的时候是这两个就损了，就打一个，是的，然后点这个，他可能是打将的可能性大一点。对，我觉得他像打将，因为这吴一鸣应该是花了很多时间，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但是这好像我也看不出，我即便顶住你有什么用，我也没看出来。顶他可以搬一个，他搬了就冲过来。对对，是的。那这样的话，他打算怎么应呢？黑棋靠，这就考验这个局部的计算了。他靠是这样的，他你如果挡住我再顶一个呢，这个棋呢就我就连上了，你再打。他正好你冲，对，你冲我可以顶打，是吧？因为你前面没有这两个交换的话呢，我再搬完一冲，黑棋就连不上了，所以他是靠一个呢，像局部像不一步好棋，靠一个，如果说他走这个呢，接上吗？接上，接上了我再冲过来呢。这样能行吗？没看清楚。如果说这样，我会不会能挡住？挡住。我如果再冲，再往这儿冲，对，这样会不会形成一个转换？你走，把这个断了。而且我是不是接住你也是？接住也行。对，这看起来白棋也挺碎的。你接住这个，肯定被我飞下去，肯定这块棋。主要我提一个也不解决问题，待会被一打。这边吃一个，吃这个子并没有完全
解决问题。我单冲可能，我前面怎么走的？我单冲可能，不是我单走可能也可以。单冲就冲的时候单冲这个，然后走这个单冲这个。对啊，局部你就不能断，断被我挖死了好像。是的。好像也没有办法，这靠海局部也是一部好棋。然后这就是非常手段了，我怎么感觉这个棋有点快呀？我看的有点晕了，这本要挤一下，这个挤啊，它不硬了，拼了是吧？拼搏这个，因为你没法硬了，你硬一个这个子毫无意义，你硬一个我就顶住你，随便走一个就行了，它只能是这个进行拼搏了。顶住。要不就长，要不就断。长，这个，长。气，他觉得这几个可以气。是的。黑棋再贴一个。白棋长。白棋接上。这个。白棋接。看看这地方看起来挺凌乱的，对，它有点眼花缭乱的看着。现在也没办法，你断不了，它冲过来了，你只能接这个。那我就接上呗，那有什么关系呢？是，它怎么是虎一个的？它虎这个，它虎这个。如果说你断的话，断它正常就往下冲。因为它这块棋呢，这边白黑牵一手，所以它这块棋呢问题不大。是，我只要这块棋冲下去，你这到处都是断点。我只要把这几个子处理好就行了。因为你接这个的话呢，可能这被冲过来可能会有点乱吧。这样的话呢，因为这后面有可能掉了，你要吃这几个的话呢，这个。你可能还得紧住这个气，走一个吧。那至少这个白棋这个顶是先手。白顶先手，那他有可能从这边飞了。那好像白棋还近况还不错。对对，所以他这几个对，所以这几个其实并不大，所以他这个虎一个挺。虎一个对，虎一个是好棋。虎一个挺狠的。这个就比较困难了。先看起来。确实是。白棋先把底拐过。白棋没有办法，你断被人家冲下去。是的。来一两圈，那黑棋就接住。接上，那他也得接上了。这个得接住。哇，这个实际上这一串白棋拱半天也没有什么，没什么用，因为这地方我还多了个挤。这个是本人家留这个断的。你这个地方关键被我先手这一段吃的，简直是我在想痛不欲生。被人家断打的时候，顿时感觉要吐血了。顶的。挤掉。吴一鸣呢，他也是一看这个气，他不能再忍受这样接这样的，就这样搅了半天搅不出什么，那我算了，这他就干脆拼到底了这个气。确实上太难受了。对，这气已经没有，基本没什么悬念了。 对，就没有办法了。他这个气你正常接你又不敢打，打还欠一个断点，这个气太难受。你只能接的话，我就飞攻一攻，最后再把这边断吃掉的话，这都是，这是无可忍算了，还是宁愿玉碎，玉碎吧，宁愿。就后半段这个棋呢，一直在拼搏。这被人家断死了。但是也，他肯定要挤了再杀会气吧。再跟他杀气是吧？这样还可以拼一下，也许。那刚才那个街上那是纯属等死。但这种棋呢，我将来就冲了一冲，白棋也没什么气。白棋比较紧。关键你这能不能封住我是个问题。就接住，冷静的接住。然后。他可能是打一下，打打一个。飞一个。看能不能封住吧。如果这棋呢，如果在没自己黑棋不长气的情况封住的话呢，我感觉上这个棋可能还是个双虎。在里面，他如果说这样，就外面三口气的情况下是吧？接住，接上。因为这里面攻气比较多，一二三，四有四，应该是个双活。如果你不长气的话，对，就四口气你还是很难把它吃掉的。应该是个双活。四口攻气。对，他就挤打一下嘛，就完了。
而且呢这个地方呢你不能被黑棋做出眼来、黑棋做出眼来那个白棋就杀不过了，那肯定对。所以呢他就靠一个，看起来这也封不住这个里面，这外面我一个太难了，这棋就这个这也就是挣扎一下、自己心里其实很清楚，这其实确实早就已经不太行了，就是看拼搏一下，一看有没有机会翻盘的可能性这个。然后黑棋冲这种地方王兴浩是不太可能，他不会翻错放走的这个棋、这也不能接，我估计他接的话呢是不是这边一吃、吃完这再重新这一吃，是这个对啊，你得断开，对啊，那这被我拐下去，这里肯定没法杀，这也没法杀了。这时候他真的是金这个，哇，这就是踢得好猛啊，就是觉得你打得不要了、这个拼搏我很佩服他的拼搏精神，确实是，然后再读过接着拼啊。对，关键是这个地方黑棋做出一个眼，我们刚才说了做出一个眼的话呢，这么多攻气我只要先手冲着这一下的话，对，冲了你肯定得接上，对，你不能被我挤了、那我只要老老实实做个眼，把这个眼一做你这个全线有眼杀瞎了，这肯定是、是的。那如果说黑棋这么下，那白棋肯定是先拼搏拼搏这边了，看他实战，看他这个吴一鸣看他这个胜负心还是很强的，还在拼搏中，胜负心继续拼搏，要我可能早就认输了这个好不容易下个比赛虽然说这个疫情的关系，就是这个月可能会或者下个月这个比赛会慢慢的恢复啊，会越来越多，但是毕竟之前还是停了挺长时间的，好不容易有个比赛要珍惜得多下会儿。因为他们现在这是16进8，16进8这盘棋呢也是挺重要的，就是他这个新秀争霸赛呢今天的规则呢就是说进入八强以后不是像以前那样单淘汰了，他是八个人下一个循环，就下七，下单每对单每个人都下一盘，这样的话呢就能够有一个很好的锻炼机会。是一个单循环。赛制有些改，因为就考虑到大家棋下太少，最近比赛比较少嘛，这样的话呢，这个八个新锐呢比较下到后来的决出八个新锐呢能多下几盘棋。应该说我们的工作人员还是费尽了心力，希望这个咱们这个棋能多下一点棋啊，能得到提升确实是。那点一个。点。实际上这块棋已经死了，我们现在因为你这个这两个剑合了，接跟这边，这跟这个接，那黑棋只要这个就只要活了就行，飞一。哇，这真是太顽强了。我们都很赞叹他的这个拼搏精神啊，确实。这脚上是什么呀？脚上我觉得近似应该没有吧。脚上局部目前来看不活，但是这边我冲一冲，你好像。冲压两下。而且我这个地方，我打了一扳，是不是？你这个局部我也已经活了呀。因为你正常你爬背顶住这个局部是不活的，我扳倒一下的话。你说你这两个对我把这两个子弃掉，对对。我们就没这概念，我们老觉得这两个子怎么能死呢，到打他接。我就说实在不行， 对， 对，因为这两个子也无关紧要。对，就没关系，反正我这个眼跟那个没关系的，没事。就是说他最后没有路可走，他这样也是活棋。他打了。那他觉得怎么都是活棋，往前看。冲。白棋冲一下。他一下，现在他已经看清楚了。跳。打。这里，从局部来说，这个棋这个点应该是不活吧？是的。点一个接上。然后你是要挡吗？但是这个棋我们这对局部有一挤，局部有一挤。这个就我就让你搬一个连不上就完了，棋打我立一下。对，我要这个立的先手或者这个打的先手。反正怎么你都已经进沙石，我已经活了。从局部来说，进活了。那就是说那他从局部来说只能挡这个。单挡这棋。
所以他王星耀觉得做个结果就可以了。不是，等一下，单挡的话，我走这个是什么呀？那没关系，我就打了接住呀。这跟刚才不一样。让我想想啊。你要飞这个吗？对，如果说想要进活的话，是不是有个飞的状态？有飞吗？我想一想，这个飞，飞的能活？对，飞你，因为局部还是可以，你可以煎这个。对对对，有点惨受。但是我点这个行不行？我就看点在这儿。点在这儿是吧？点在这儿是什么？点在这儿是个结。点这个，我立这个呢？当然立的话，它是小结。哎，这是还是活了呀？这是个还是个连环结吧？反而是活了。我没看到他有杀了，应该是杀的招法，好像是活了。这局部是活的。不过他可能觉得劫也可以吧。他觉得这样还是有点损。有可能，这个图稍微有点损，人家还不想让你断掉这两个字，说不定。他实战是做了个劫、啊，这里。开始打劫，这个实际上这盘棋我觉得已经没什么悬念了。这个棋这拼的好猛，因为这死的太大了，这死了快40目了。确实，其实黑棋即使死了，就打在街上都没关系，就往里冲冲冲就没关系。这就属于已经很放松的状态了。作为黑棋来说，棋打接上，贴一个。不过我们还是要那个，对这个精神还是值得的。对，也许有些棋他就能拼赢了，是吧？那不一定啊。接掉，打吃，接住。白棋搬一个。大吃，然后白棋踢接，白棋就粘这个劫都打得很顺手，反正本来就是要走的这些棋，都属于本身劫，起掉，然后白棋跑了一个，这一带倒是劫材挺多，踢接。点这个，哇，点这个看起来也只能消劫了吧？我估计他拼了吗？但他是不是就是打了拐，他如果不硬的话，把这个提了，黑棋断打，这能行吗？我就看着，肯定是他能敢点的话，肯定是王星浩肯定看清楚了，他是不是就这样拐断？就是我觉得拐一个好像已经这气已经不太够了。白棋这块棋还也没什么气，断掉，也不行，怎么杀棋？这气很紧，所以他也没办法，所以他只能接上，然后黑棋就提了，接住。他先刺一下，刺这个需要接上，冲，白棋提，幸好他也不跟你那个什么了，再过多纠缠了，就渐渐拐一个，白棋提掉，那他觉得只要把你这块空破掉，对呀、成不了太大，特别简单，他就拐一拐，这不是问题，这些都。跳一个，这是最后一手了，没有再继续了。这作为年轻的吴一敏，终于是中盘认输了确实这个拼搏精神很值得赞赏，我觉得，因为前面吓坏了。对，确实王星浩的实力非常的强，还是在这个年龄段感觉有点
还是那种碾压的感觉，对，好像我觉得就吓不过他，对，确实是，而且看他的围甲，这个之前也看他在围甲上的很多表现也是非常出色的，对，所以很突出，他对棋的理解啊，一些招法啊，就是非常有他的个人的特色，今天的棋也可以看得很清楚，他下的特别清晰，基本上。他没有什么失误，对，那唯一这能算失误吗？就是说这个脚上有几可以做活，这也不能算失误，反正这实战也赢多了。那个局部呢，就是人家挡的时候，他刚才我们摆了几了单飞，他是可以进活，那样的话可能结束的更快一点，就是这样，就是多白棋多挣扎一点也没什么太大的区别，反正这死了太大了，确实。那看来这吴一鸣今天回去是不是又要用功半天了？是，得摆一摆这个下面的变化，对，主要是哈。可能这个地方呢，他研究的不是很透。包括这照过来的时候，他怎么下，他也。我就觉得跟他们这个就是一线这围甲的选手下，尤其是还可以的那种胜率比相对来说比较高的，你只要有一个地方下的有一些失误，后面就不会动了。再也别想动了，就不能有失误，首先不能主动失误，其次你还得各种变化都得精通才行。这盘棋应该说是完胜，对，这个王兴浩的完胜之举，非常的强劲实力哈。他这次应该是夺冠大热门吧？那肯定的，他在这个04年以后，这个比赛本身也是04年以后。他设置是04年以后，对，18岁以下的。04年以后，就04年1月1号以后可以参加，是吧？本身他也是最强的，等积分各方。对，他这么年轻，还有他的成绩这么高，还有实力这么强，实在是前途无量啊！这个王兴浩啊。大家应该记住他啊，看看他以后的这个出色的表现。好，那么这个王兴浩呢，就是赢了吴一鸣之后呢，是率先进入了这个新秀争霸赛的八强啊。那么一会儿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将为大家带来另外一盘非常精彩的八强战。好，休息一下，一会儿见。天元围棋会。